爸爸把我的女儿给扔了。不要啊！小唐唐，你干嘛想不开啊？怎么想不开啊？我在这里晾衣服。那你这次我试试它结不结实啊？你说晾衣服，那你的衣服呢？这儿啊！怎么又哭了？我想我女儿啊！别哭了，我帮你捡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耶、yeah ！我女儿了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不要啊！我刚才以为你要上吊，为了救你，我就先扔掉了。别紧张，我们可以再去找哦。老天爷，赐我一个玩具吧。这个芭比娃娃真漂亮，还有婴儿哭声模拟功能。哦，闺女，不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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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伟，这是你女儿？哎，别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我都听到了。阿伟有女儿了，阿伟有女儿了。干什么？哎呦，这事闹的。